较多了，嗯，你平飞球比较多的话，一连打的几率就高一点。哇，打第一个球，说没有全垒打，就来了一支三分打点的全垒打。中华队的第二棒陈俊孝轰出了一支三分炮，也是中华队在本届比赛的第一发的红不浪。昨天就打得不错，今天。掌握到这个比较高的球，然后打出去以后仰角够了，自然就飞出去了。哦，才说还没有全垒打，很想要呢。结果是一支三分炮，6-0，中华队6-0了。嗯，这个高的位置哈，有点切到，然后距离也够，正好是，刚过全垒打线没多远的一个全垒打。哦吼。